今天是6月3号其实昨天6月12号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Stockholm 瑞典的首都是啊昨天来了呢去到这个地之母但是昨天有点累啊很累是啊所以就今早起身下来接跑所以我们的我哋嘅 apartment 系就喺依间 Tiska Brinken 系咁读嘅咧 ，Tiska Brinken 其实我哋系28号嘅 apartment， 其实就喺呢座上高咯。而家我带大家去入去睇下，系点样嘅？睇到冇？28号啦，就依家啱啦，依家。跟住撳翻個密碼咧，跟住就門就開啦。其實入咗嚟之後，真噶要人上四層嘅樓梯啊！我上嚟，咧本系有一个密码锁头嘅，系咪一把锁匙嘅，可以拎出嚟嘅，系咯，就一把锁匙，咁就可以开到门啦。跟住就闩翻个门，喺呢度转头。所以其实我是咁爽的我敲下门先啊！亲家爸就住呢间房，呢个系间房嘅，头顶嘅，头等啊，头顶。跟住佢行过一嚟啊，左手边有洗手间，呢其实系冲凉嘅。之后呢度有衣柜啦，都系放啲毛巾啊等等次次嘅，玻璃镜，跟住呢度系厨房啦，我就坐喺度啦，饮茶 ，morning 系咯，睇下四处嘅环境，哇，头先我。再次落楼下再引翻上嚟，试跑啊！有玻璃窗系望到出边嘅，跟住第二间房我老豆就瞓呢度啦。第四间，跟住 sofa， 好大间啊！依间。玻璃窗，睇下出边嘅环境，都系啲
啲建築咧，啲服務人嘅建築咧都同一樣嘅，同狀態一樣，但係好特別啦，有啲好大副電視機啊，我嘅 laptop bag， 跟住再嚟到第三間房，一個特別嘅門嘅喎，你睇可以咁樣開山，仲有呢度好似冬天嘅時候咧。如果是冬天的話呢，其實現在鎖住了，我轉開去冬天的話就可以吹放去彈啊舒一下咯，但我暫時就放我的書包放在這裡。最對我們小丸仔來說呢，最厲害的就是這個露台，是小丸仔，這是我太太，其實我都是這樣坐在地下，小丸仔彈那邊，跟住再到第三，就拉一间房啦。我话佢有房嘅，系啊，我会放喺呢度。哇，仲有洗衫，你嘅洗手间，跟住系入嚟先啦，冲凉嘅，等等嘅。其实呢度有一个洗衣机嘅，但应该我哋又冇买嗰啲洗衫粉，所以就冇打算用洗衣机洗衫噶啦。咁放船頭，就咁咯，四川，唔好意思，好，我真係。哇！其實好大間房 ，OK， 所以我哋住三日兩晚 ，OK， 所以我哋覺得啊，呢個價錢你認為值唔值得咧？我哋覺得值得嘅喎。OK， 今日是6月13号。OK， 我哋出咗嚟，今朝就喺宿舍民宿，我哋煮咗面食，跟住就搭架车出嚟。老豆买咗个新礼物，啊，买个新龙吉，利是大吉。嗱，买咗一支利是大吉，啊。都方便你行路啦，即系趁家同妈妈喺前边啊，搵嗰间餐厅先。你就系呢支啦，就系呢支利是大吉啦。利是大吉嗰支系，利是大吉。我哋嚟到呢度，其实本来我去食呢间味道，但系未开市。佢未開門做生意，行咗去入去問佢，佢係11点先開門。就依間啦，前面依間咧係有建築嚟嘅，好大間哦。呢個建築都幾靚，建築嚟嘅。OK， 我哋入咗依間味道。味道。味道系咪？味道。味道啊！味道。到咗嘢。差唔多。到咗。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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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馆。我又坐喺度啦。听嘢食。呢位文小姐喺度食。啊，系几好味啊！有阵味道。唔似嗰啲日本餐。绿咩啊？要用其他嘢。呢叫咩啊？青豆啊？臭豆。臭豆，我臭豆系啊系啊，佢系咪臭噶？啊，人越嚟多啦，我哋嘅餸到咗啦，头先咧又有一碗叫做豉油紫菜咩？紫菜啊，紫菜豉油云吞汤，云吞麻麻地啦，OK啦。
你仲有咁？阿爸覺得如何啊？呢度嘅肚可以。啊，你呢位女生？啊、差唔多啦，肚餓就哦，肚餓。啊，文小姐你呢？差唔多。嗯，我都覺得麻麻地啦 ，OK 啦。肚餓差唔多。嗯，至少食到同人嘅嘢都已經很好好啦。嗯，好多啦。啊、我哋之前就喺網上就揾啊附近啊有冇咩啊比較即係比較啊適合自己嘅味道啊啊啊，結果揾到依間啲相當啊幾多人打分數嘅依間中餐，係有日本式嘅餸啊，都幾唔錯嘅。One humongous meal later。不過我哋食飽飯之後就趁現在一個 hop on hop off bus.com 嘅 bus 啊，有送張地圖嘅，唯一一個人百。Krona, Swedish Krona 咯 ，OK， 啊、，OK 就會有機會可以坐巴士兩層嘅，或者坐船都可以嘅 ，OK， 啊、紅色巴士係有兩層嘅，又去睇下點樣嘅啦。这个地方叫 Stockholm City Hall， OK， Stockholm City Hall， OK， 都睇到系上到间，今日咗嚟呢间啊 Stockholm City Hall。OK， 我讲少少呢个地方，呢、这个。依間係霍金士比河，士比河係代表咩啊？市政廳。市政廳 ，OK。佢曾經係好似有主辦過好多嗰啲 municipal 點講？佢即係以前未有嗰個諾貝爾獎啊，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啊，曾經喺度主辦過咯。啊，但係其實去喺依個地方係即係去可以向住四邊。嘅海即系过海咁样啊，我唔明识解释。但系好多人就嚟呢度打卡位咯，影相嘅。影相仲好啦，讲咁多话。一指神功，你出边啊，天色高高嘅风景。哦，你话呢、這个？其实你睇到佢上杯有好多嗰啲图形啊，上杯俾你睇，上杯有好多嗰啲图形。正正 OK， 即系我所知道读到个网站就系去，佢曾经有即系有颁过咩 Nobel Prize 啊，发翻出嚟。我哋仲有影到好多相添。啊，嚟到多少都要知道下喺度噶。建築啊，歷史文化哦。呢、這個 run 有冇時間啊？錄緊咯。咁佢而家呢度係望住我呢度啊？路咪邊度都可以嘅，360度嘅，你可以掹高掹短咯。有冇開燈影啊？影緊啦嚇。OK OK。哦，好啊。咁我睇唔到而家录紧咩喎？睇唔到啦。OK OK。佢讲话。佢
都唔识介绍喎、啊。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系一座政治写字楼，依间市政建于1911年至1923年之间，是瑞典20世纪最大的建筑项目。佢是亚尔西，佢是 Joel 靓的妻子。今日佢在呢度同佢的父亲、老公同老爷一起在斯德哥尔摩。转翻原题，是1907年，市议会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市政厅。经过进一步的竞争，瑞典建筑师拉格纳·保斯伯格 （Ragnar Östberg） 被指派建造市政厅。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是国家浪漫主义风格的一个例子。该场地俯瞰 Riddarfjorden， 激发了一个中心主题，即城市建筑同水的并置，代表了斯德哥尔摩整个城市景观的核心特征。依位鬼婆 A 街唔识，总之佢冇 L 是靓女。A 街继续解释斯德哥尔摩大堂嘅风格系精致嘅折冲主义之一，融合了巨大朴素嘅北欧砖结构同俾人联想到威尼斯哥特式建筑嘅异想天开嘅元素，例如装饰有金色星星嘅炮塔、装饰嘅露台、木桅杆同雕像。A 又认得依位靓女，佢就系 Elsie， 又靓又有气质的女太。唔好意思 ，A 见到靓女就远离了话题。A 立刻转翻原题。依位就系文先生，佢就系 Elsie 的慈爱、祥和、无私、伟大的爸爸。OK， 我哋行完呢个雪地坑啦，啊，就去另一个地方啦。OK， 我有阵先。OK， 我哋搭巴士，啊，文文喺前面揾坐船嘅飞，啊，我哋落个车，系啊，睇下嗰个买船嘅飞，一零买船嘅飞，其实买咗飞噶啦，系睇搭船嘅地方喺边度啫。睇落呢度好多船，系，嗯，嚟啦，我哋行啦。好，今日咩嘢？即系而家我屋企文文系揾到上船嘅地方啦，前面有一个 ticket， 啊，应该系喺嗰度上船啩。A few moments later。睇到文文嘅表情 ，L.C. 睇到咩嘢咧？一只飞鹅。系啦，就系一只天鹅啦。一只天鹅。
呢张就系我嚟嘅坐船嘅地图啦。The next day， 到咗另外一日，面都未洗，牙都未刷，我竟然做咗一件好荒唐嘅事啊！记得多啲支持我 ，like Facebook 我，跟住我嘅 YouTube 啊，多谢晒。